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一章：六国谋秦。一，上将军庞涓的秘密使命。暮霭沉沉，大河上下一片苍茫。在刀兵连绵的岁月，这正是晚号长鸣城堡关闭的时分。 坐落在黄河北岸的魏国都城安邑，却打开已经关闭的南门，又隆隆放下吊桥，放出了一对没有任何旗号的铁甲骑士和一辆青铜摇车。暮色苍茫中，这队人马越过山地，飞驰平原，在朦胧月色下，从孟津渡口摆渡黄河，上得南岸，便乘着月色星光。 向苍茫大平原上的著名都会大梁城飞驰而来。此刻的大梁城正沉浸在浓浓的兴奋与狂欢之中。大梁是魏国的第一大城，与大河北岸的都城安邑遥遥相望。虽说不是都城，大梁的城池规模与街市气势却比安邑大得多。 论地利之便，大梁地处丰腴的平原，北临黄河，南依庞泽大湖，水路陆路四通八达，变成了中原地带最大的物资集散地。魏国当年之所以没有将大梁作为都城，仅仅是因为韩赵魏三家分晋时，魏氏势力范围内的南部平原尚是贫瘠荒芜的原野。 大梁还只是一座小城池，而当时的安邑却是魏氏的势力中心，地处黄河、汾水交汇处，农耕发达，城池坚固，自然便做了都城。不想，自魏文侯启用李亏变法，尽地利之教，全力在黄河南岸发展农耕，大梁大大的得了一回天时、地利与人和，竟是迅速富庶了起来。 随着农耕兴旺，工匠、商贾也纷至沓来，大梁在一百多年间蓬蓬勃勃的变成了水陆大都会，重筑大城池，工商云集，店铺林立，形成了天下第一大市——魏市。更兼列国名士纷纷前来定居开馆，文风昌盛，私学大起，隐隐然变成了中原地区的文明中心。 虽则如此，大梁人心里总觉得缺少点东西，尤其见了安邑人，总是心里酸酸的，不是个滋味安邑是王城，是国都，纵然不比大梁富庶文华，却自有一种王城国人的优越感，动辄便是天下大势如何如何的高谈阔论。 或是近日魏王赏赐上将军六进大宅，前几日丞相纳了一名美妾等王侯将相的隐私一文，大梁人听得一边羡慕一边泛酸。大梁人可以在任何外地人面前高谈大梁的享受讲究和精到极致的生意经，但就是在王城安逸人面前羞于开口，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财富与享受。 如果远离权力，人们只会说你是个富商而已。说到底，大梁人缺的是一种贵气，富而不贵，心里总悻悻不是滋味儿。然而，越狱之前，魏王特使带来的一道王书，却使大梁人看到了富贵双至，在安邑人面前挺起腰杆儿的希望，全城沸腾了起来。魏王特使的劝谕是。 以魏国为盟主的六大国会盟将在庞泽之畔举行，大梁城定为六国会盟的后援基地。大梁要迅速在庞泽大湖边修筑起六国兵营和六国行辕，在这里囤积大梁佳酿，云集大梁美女。如果仅仅是这样，自然还不会使见多识广的大梁人激动起来。要紧的是。 几乎就在同时，安逸商人酸酸地传过来一则王宫秘文：魏王喜欢大梁，所以在庞泽会盟是有意将国都迁往大梁城。旬日之间，秘文不胫而走，人人都在兴奋地议论。随着安逸商人不断地向大梁转移财产，和各国商贾的探寻证实。 大梁城的兴奋、激动，终于蔓延成了狂欢。谁也不知道何时何人开的头，原本中夜收市的夜市，变成了彻夜大市。各色酒肆、饭铺、灯笼高挑，幌旗招摇，高谈阔论与喝彩之声溢满街市。原本是盛典大节才举行的社舞，也涌上了长街。 那由四十多个壮汉抬在特大木车上的射神雕像缓缓行进，和善的看着在他脚下狂欢劲舞的彩衣男女，总角小儿也一群群拥上街头，又唱又跳。外商们则站在街边檐下，兴奋的指点议论，或面带微笑的听身边老人感慨的评价大梁的民俗和社务的优劣。 起先，最令外商们心跳的是，大梁的所有物价都大跌五六成，有的甚或跌了八成。每家铺面前都高高挂起大幅红布，上书一个“欢”字，下面便是跌八或跌五、跌六。外国外地商人们心惊肉跳，但又不能开罪于天下第一水陆大事的父老，只好随行就市的跌四、跌三。然则， 令外商们惊讶的是，大凉人根本不屑于趁此喜庆之日抢占小利。他们彬彬有礼地走进大店小店，只买些喜庆之物或酒食甜饼之类。就是这样，也是尽量在大凉人开的店里买，极少光顾外国商人们和外地商人们的店面。一时间，外国外地商人们倾慕不已，相顾惊叹，文哉大良惊喜之余。 不知哪国大商带头，外商们竟是大跌九成以谢大梁父老。一家齐国大商竟然将喜庆之物与酒食甜饼摆在店门口馈赠世人，一天却没送出去几件。外商们既惭愧又高兴，便将店面生意交给账房先生们看管，纷纷走上街头与大梁人同欢。在大梁的狂欢喜庆中。 唯独一个地方冷清如常，这就是上将军庞涓的行辕。庞涓和他的马队于四更时分到达大梁城外，城中的狂欢喜庆使庞涓感到意外和惊讶。六国会盟是一件实实在,在在的大事，需要尽量的秘密进行。如今被大梁张扬铺排的惊天动地，有何秘密可言？ 一时间，他感到大梁人很是浅薄，令人厌恶，断然拒绝了大梁首请他从正门入城接受万民拜迎的恳切请求，命令打开城外秘密通道，隐蔽进入城内事先准备好的上将军行辕。进入行辕的第一件事，庞涓便派人打探城中各种传言，他要知道六国会盟的秘密究竟泄露出去多少。 及至各路密探在一个时辰后报齐，都说大梁人庆贺的是迁都消息，几乎没有人议论六国会盟。他才长长松了一口气，仔细一想，却又感到疑惑不解。迁都大梁是何等重大的国事，他身为上将军，何以竟然一无所知？谁提出的立即迁都？魏王何时赞同的？为何不预告于他？ 一时理不出头绪，他也不再纠缠。他相信，如此重大的国事总是绕不过他这个手握重兵的上将军，迟早一切都会明白，瞒他的人也会付出代价的。幕下最要紧的是准备六国会盟。五谷时分，庞涓已经在大铜镜前梳洗完毕，一身细软干爽的贴身白绢衣裤。 使他觉得分外舒适。喝下一陶碗肉羹，他轻轻地咳嗽一声，贴身侍卫便捧进了上将军的全副装束。这是一身用上好精铁特殊打制的甲胄，薄软贴身而又极为坚挺，甲叶摩擦时便发出清亮的震音。还有一顶青铜打制的上将头盔，一尺长的盔毛在烛光下熠熠生辉。 径直五寸的两只护耳，弧度精美，耳刺光滑异常。再就是一件等身制作的丝质大红披风，一经上身，光洁垂平，脖颈下的披风扣便大放光华。穿戴完毕，铜镜中立即出现了一个威严华丽且极具气度的上将军。庞涓稍事打量了一下自己。 抚摸了一下披风扣上的两颗大珠，却微微皱起了眉头。作为战阵大将，他很不喜欢这种浮华招摇的东西。但这是他被拜为上将军时，魏王亲自赏赐的。两颗当做披风扣的海珍珠是魏惠王的心爱宝物，这身甲胄则是魏王派专使在大梁著名的作坊定制的。 这一身装束可真是价值连城，除了魏国，大约哪个诸侯国的上将军都不会拥有这样豪华名贵的衣甲。对于魏王的特意赏赐，如果在六国会盟这样的重大场合不装束起来，魏王肯定会不高兴的。当今的魏国大臣中，只有丞相公叔痤和他这个上将军得到了这一特殊赏赐。 酷爱珠宝名器，且又特别讲究衣着威仪的魏王，能不在意吗？庄树停当，庞涓摘下剑架上的金鞘长剑，低声威严的命令：“护卫十名，随我从小街出南门；三千铁骑走大街，五十赶到庞泽。”遵命。 侍立在大帐外的军务司马答应一声，疾步走出。庞涓走出大帐时，他的三马摇车已经轻快地驶到帐口，十名铁甲骑士也已经整装上马，立于车后。庞涓走到车前，右手一搭车轼，利落地跃上摇车，挺立于六尺青铜车盖下，剑鞘轻轻一点，摇车便淋淋驶出行远。 因为大梁的喜庆和六国会盟关联不大，庞涓对大梁人的厌恶也消退了许多。他决定不再从密道出城，而是直出南门，顺便看看大梁人的狂欢情景。他相信从小街走，又是黎明时分，耽搁不会太大。按照大梁人惯于夜生活的风习，清晨时分正是安睡之时，街上行人最为稀少。 但庞涓没有想到，今天这条无名小街竟然也是火把成片，人头攒动，设舞鼓乐，热闹非凡。庞涓在高高摇车上，眼见人头火把望不到尽头，微微皱眉，沉声命令改道。但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喊：“上将军，上将军到了！上将军是国家干城，给上将军让道！” 一个白发老人在射武队列中高声大喊，连连挥动手中的红色小旗。街心参与射武的男女老少和蔓延到街边的看射武人众，呼啦啦向两边闪开。“魏王万岁，上将军万岁！”之声喊成一片。亲见大梁民众如此敬重自己，庞涓心中不禁涌起一股热流。 虽说他没有提出立即迁都，但他却是魏国上层主张迁都大梁最坚定的一个。精明灵通的大梁人岂能不知？然则，大梁人绝不会公开喊上将军为恩公，而只喊上将军为干城，就是连续不断的狂欢，大梁人也只是高呼“魏王万岁”，“魏国大业，大梁当先”。 没有一个人喊出埋藏于内心的真正冲动。大梁即将成为王城。庞涓自然明白其中道理，但却对大梁人的狡黠老道总有一丝不安与不快。数十万市井之民如此默契的借机宣情，如此忍耐的在狂欢中深藏不露。 这在目下战国大都会中，决然没有第二个大城庶民可以做到，包括齐国临淄和魏国安邑。面对这样的民众国人，庞涓总有不踏实的感觉。他本来想对敬重他的大梁父老们说上几句热情的敬谢话，但这种不踏实的感觉却使他紧紧地抿起厚阔的嘴唇，脸上一片庄重。 他在摇车上拱着双手，不断向两边民众作礼，在欢呼声中，林林驶出了大梁南门。清晨卯时，庞涓到达庞泽，他的摇车指使魏国营区的上将军幕府，匆匆吃下一顶庞泽黄羊肉，便到会盟行园区做最后一遍视察。明日。 六国的国君便将陆续到达，一切差错都要消灭在今天。本来这会盟营区是由掌管地方民治土地的都司徒府督察，由大梁首具体实施建造的。大梁对这件事的兴奋与重视，应该是没有差错。但庞涓还是不放心。庞涓太清楚这次会盟成功对于他这个发端者的重要性了。说起来。 六国会盟是他向魏惠王提出的，总体方略也是由他秘密制定的，就连会盟的地点、时日也都是他提出的。魏王对他提出的具体谋划几乎是全盘接受。如果成功实行，庞涓就将是魏国霸业的奠定者。从近处说，他至少将成为魏国的丞相兼上将军，名副其实的出将入相。 一改与公叔痤将相分权的局面。从远处说，他将远远超过名将吴起在魏国建立的勋业。若魏国统一了天下，那他毫无疑问将名垂千古。庞涓想得很深、很远、也很细，他绝不允许六国会盟出一丝一毫的差错。正因为如此，他禀明魏王，自领三千铁骑，星夜奔赴大梁。 做最后的督查。一整天巡查的结果，虽然查出了几处小纰漏，但总算没有大的差错。庞涓还算满意。他以上将军名义赏赐给大梁守三名技击武士做护卫，大梁守诚惶诚恐的接受了，立即向上将军献上十名大梁美女和十桶大梁美酒。庞涓坚决回绝。 并严厉斥责了大梁手，私自动用会盟舞女和会盟王酒。大梁手慌得打功不迭，连连辩解说，舞女和美酒绝非官品，只是受大梁父老的重托而表示的一番敬谢。既非官品，即刻返还大梁父老。下去。庞涓的声音没有透出一点儿表情。是是是。大梁手一看庞涓冷若冰霜。 忙不迭擦着汗退出幕府。庞涓没有因为这件小事影响谋划。用罢晚餐，他将上将军府掌管文书的三名大主书与掌管杂物的八名少庶子全部召来，秘密布置他们以会盟执事的身份，分别加入到五国君主的侍从行列，探听五国君主的动态。庞涓特别严厉地叮嘱。 任何重大消息只能向他单独禀报，否则杀无赦。分派完毕，大主书立即发下执事吉服和出入令牌，个人便出帐准备去了。庞涓松了一口气，信步踱出帐外，已经是月上中天了。虽是初夏，庞泽水面吹来的风还是略带寒意。 庞涓望着一天星斗与庞泽岸边的连绵灯火，油然生出一腔感慨。他已经出山三年了，虽然打了几场还不算小的胜仗，但在刀兵频仍的战国，还远远达不到名动天下的地步。必须有一举牵动天下格局的功业，才算真正达到了名士的最高境界。譬如李悝在魏国的变法。 一举使魏国成为超强大国而举世闻名，譬如吴起，除了是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还是执政变法的名臣。只有这样的名士，才是庞涓的人生目标。他常常觉得自己的才能与吴起相似，既是兵家名士，又是治国大才，该当是出将入相、天下敬畏的摄政权臣。也许正因为对此如此评价。 正因为有如此远大的目标，庞涓的目光从来都没有仅仅局限于兵士，从来都没有满足于做个能打胜仗的带兵将领。他对治国权力、对涉及天下格局的邦交大事更为关注。一个既能够统帅三军、驰骋疆场，又能够谋划长策、捭阖于天下诸侯之间者，方得为真名士也。这一切。 都将因为六国会盟的实现而使庞涓迈出第一步，尽管很艰难，但庞涓是满怀信心的，他一定会成功，一定会改变老师对他当初的评价。《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一章：六国谋秦。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继续。